我又网购小朋友的衣服了，耶 ！Yuna 最爱的鞋子来了，来大家看一下她的妈买的超可爱的鞋，加油！哇 ，Yuna 是鞋控，我们去逛街的时候，她只要一看到一堆鞋鞋，你看她是鞋控，她超爱鞋的，你看她开心的样子，她马上。迫不及待要试穿了，哎呦！来来来来来，给你。哎呦，好美呀、啊！他马上穿，有没有？开心，开心！鞋控，鞋控。自己收好哦。你要收好是不是？放在鞋鞋里面。谢谢。谢谢。自己穿，自己穿，自己穿。哇哇哇！厉害哦！咦，小心小心！哎呦哎呦！来，自己穿鞋啊！穿好，哇哇哇，好美哦！阿美来，来，来，来来来来来，谢谢。好啦，鞋子试穿完了，我还买了这些衣服，很可爱的花服。看一下，它这个一套好像都是170，然后鞋子是220。就是它这样子，蛮可爱的。不知道会不会太大件？我们来套套看。咦，我们先套一件给大家看。套好啦，很可爱。大了些，但还好，因为明年还可以穿。然后很凉爽，因为。开心，开心，好，再来是这件，就穿给爸爸看，穿给爸爸看。你是巴厘岛风是不是？泰国的、啊？这件我觉得不错，太浮夸了，这鞋子。好了，这是另外一套，来远一点给大家看。哎呀，舒服！这一套感觉还蛮舒服的。Luna 现在，她一次比我一年的衣服还要多。她哪有？可是她衣服都一两百块。我的衣服也没有一两百万啊。这套呢，就是我觉得比较适合，就是冬天的时候穿，因为这一套。因为你不是他这样子，他是这样子，你拿裙子下。是啊，但是这套太成熟了啦。没有，我就觉得女生穿这样这种鱼尾应该很可爱啊。我看小模特穿蛮可爱的。人家是小模特，这是小小小小模特。太壮了！太壮了！对。你看她裙子可以穿到这边哎、欸，就是长裙，女生穿很可爱嘛。是啦、啊，我是觉得那件黑色的那个背心太成熟。冬天我们再来穿，冬天可以让他穿一下。冬天他可以，然后他的很可爱的这个，今天花了760元买了三套跟一双鞋，等于这样子一件东西不到200块。哇哦！够啊！嗯，来走秀喽，下半身。走秀，哎呀，安娜，开心，哎，开心。
无双来，无双来，无双，无双来。哎，你看一下会不会太成熟？我觉得很可爱啊。雪雪，你看雪雪，来穿雪雪，来爸爸帮他穿雪雪。来自己穿雪雪，自己穿雪雪。你干嘛穿到这件都不遭遇？哎，你觉得很成熟吗？我觉得很成熟。可是我觉得好可爱耶！你居然说我的，你居然说这件很成熟，所以我就想说试穿给大家看看。如何，阿妹？你不喜欢这件？你不觉得很明显吗？啊，那你起来。哎，不要掀裙子哦，爸爸，你帮他穿鞋鞋。来，穿鞋鞋。穿鞋鞋，好美啊！哎呦！哎呦！他最喜欢人家夸赞他。哇！爸爸签，爸爸签。来，站起来。一、二、三。三。耶！远一点，远一点，走到后面一点。好。好。好，往前走。哎呦！2020惊吓最时尚，不会走路，这鞋太大了。对啊。哦，拖鞋太大了。对，这拖鞋太大了。然后去大一点再穿，好吧？反正你先收到盒子里，好吗？就当摆饰好了，你就当做，对，你的装饰品。哎呦，自己关好啊、哦！哇，你好棒哦！那你鞋子要上去哪？你不觉得他这样感觉就是他真的很不喜欢这双鞋子吗？他都把它收起来了。这三件衣服，但是我觉得就是网购啊，就是 size 还是要抓准一点，还有就是材质的问题，因为其实这件我在网络上面看，我觉得看起来像 T 恤的那种棉材质， oh. 但它这其实有点针织衫，然后就是会看起来可能比较老气，老气。但是因为我觉得裙子好看，我觉得女孩子穿这个长裙，它的鱼尾其实蛮可爱的，所以上衣稍微可能换成白色的那种短T，我觉得就很好看了。这个鞋子，然后冬天其实也可以穿长袖。每个小女孩都有一个公主梦，真的，就是要穿，是你吧？穿咔咔咔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咔咔咔，不好意思哦。是妈妈有公主梦，然后像她这一套好像就有一点点大，就是但还好啦。然后我觉得这套就是比较刚好。你换这套好了，因为这套真的是比较凉爽一点，但是这两套的 size 是一样，但是这套就会比较大一些。你换个凉快一点的出门好不好？然后像这种网购啊，其实都就是这种是妈妈网的这种，就是加群组这种，那它其实都要等到差不多一两个礼拜，都要等到两个礼拜这样子。但我觉得这裙子都蛮可爱的，裙子不错。啊，妈妈再帮你换上衣就好了，你只要上去。啊，你让他上了一次伸展台之后呢，他就一直想要上伸展台。啊，还是妈妈帮你换，等一下帮你换这一件，因为我们等一下在床，我们等一下去出去找哥哥了。找哥哥你要干嘛？你要穿什么去找哥哥？然后他这个鞋啊，他这鞋其实还有那种就是有那种包的，然后还有那种凉鞋式的，然后我觉得这个拖鞋蛮可爱的。就那个《冰雪奇缘》的这种 ，Let it go，Let it go，Let it go， 安娜 ，Let it go， 这是什么？他会不会以后一起唱 ？Let it go，Let it go， 我怕 ，Go，Go， 走，太可爱了。你知道女孩子就是，哎，大家一定会觉得怎么都给妹妹买，没有给哥哥买。哥哥都有买哦，哥哥的很多好不好？哥哥的很多，哥哥的鞋、哥哥的裤子跟 T 恤，就是因为我觉得男生真的是没有什么好讲的，因为他的款式就差不多是那样子。对，所以我每天穿都嘛穿一样的，反款式都是一样的。对，男生就是真的没差、欸。这件背心有差不多30几件。对，不要看我没换，其实我30几件我每天都在换。
那女孩子的我觉得就很特别，就是他们的花样花式就是样式就很多，然后就是你知道妈妈就会喷发少女心，反正就是明明就是妈妈自己想要买帮女孩儿打扮的不好吗？这不是对不对？对，你喝水不用都我们等下穿这件，因为外面等下换这件好了，这件比较舒服。那我们就换这件咯，跟大家拜拜，跟大家拜拜，再见。